for now it's fine. Waste of our time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How far you'd fall were you to call. Hold your breath, it'll all be over soon.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哇，你们现在听到那个声音是我在烘衣服，所以可能会有点就是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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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在旁边。That's why。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我要回台湾的日子。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一定想说，哦，怎么又回台湾？这次刚好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然后再加上刚好有一些工作会在六月底在台湾。今年应该真的是能够回家，我就会回家。虽然说回去，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会跟我爸妈吵架了。自己出来住之后，就有点你知道，发现了新世界。我有点忘记我以前是怎么跟我姐跟我爸妈住的。你像看到我从高中开始住校，所以高中三年，都去美国之后，第一年是独居，然后四年是有室友的。回台湾一年之后，我又来香港住了四年。所以我十二年的时间其实没有住在家里耶。哦、oh no. ，不对，我是不是算错了？十二年？哦、oh, ，对，我有十二年的时间没有在家里。我跟你讲太多废话了，不好意思。今天简单来说呢，我今天晚上要去机场，所以我今天白天就申请了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重点是我现在心里完全没有收，你敢信吗？我都不敢信了。Falling to pieces in my room. Are you coming over? That's cool. I could use a little something to do. We could go outside, take a little ride if you want to. That's cool. I did what I supposed to.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So now I'm walking out my head through open windows. Cause that's what I feel like.影片我有提到我可能一天喝大概四五杯咖啡都有可能，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私讯来关心我说你不能喝这么多咖啡，然后其中呢就包含了黄妈妈，就是我妈。我最近呢就是有做出一些小小的努力，就是少喝一点咖啡啦，然后多喝一点水，部分咖啡的那个 quota 我改成喝茶。自从我们就是 office 入了第一台 Nespresso 机开始， Witty 就带我进入了 T-Shirt 的世界。大家应该对 T-Shirt 都没有很陌生吧，它是一个 Tea Capsule 的品牌。像我们这种可能都不一定是朝九晚五 的都市社畜们，其实真的很难就好好坐下来静下心冲一杯茶给自己。这个时候 T-Shirt 就是出来说，来我帮你。他们家 Tea Capsule 都是用新鲜的茶叶，然后再用氮气保鲜技术去封存，这样子确保每一个 Tea Capsule 冲出来的都是新鲜安全又健康的。你看他们家的茶当 Nespresso 机也可以用，不过呢因为它终究还是以咖啡为主，所以最后我还是入了一台茶机。然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饮料富翁，我有非常多的饮料。然后有客人来，我就说你要喝茶还是咖啡，我都有。我的这款茶机呢，它总共有两个不同的 tea capsule holder， 一大一小。使用方法呢也很简单，基本上你就把胶囊丢进去推进去，然后按下按钮，大概30秒的时间，它就会跑出一杯非常新鲜的茶。那在这三十秒之内，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它其实已经经过了预先浸泡程序之后，用高温高压去萃取茶叶里面的精华。另外呢，他们家的冲茶机也是有特别设计过，所以冲出来的茶会比较好喝。譬如说茶机的温度水温一直都保持在90度嘛，但是要怎么去因应不同茶叶需要不同的温度呢？那这个功夫呢就要下在每一款茶叶它的切割大小上面。所以其实你想象每一个 tea capsule 的背后都是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非常多的测试跟品管，就是有这种日本的匠人精神。之前最想喝的是灵芝大红袍，龙井跟铁观音我也蛮喜欢的，因为他们家有出花茶跟养生茶，比如说像这个是补血养颜啦，这个培茶拿铁也是我最近早上很喜欢泡的，最近的新花，你看我已经喝掉了啊，喝掉大半盒了，是这个桂花乌龙。他们家的桂花乌龙不是只是把桂花跟乌龙放在一起这么简单，而是它经过一个叫做摇制的过程。他们会在桂花的那个香气最浓的时候，把它熏到那个乌龙茶叶里面，
同样的摇制程序要重复四次，那每一次要放新的那个桂花进去的时候，就要把旧的再把它拎出来，所以你就想想在中间那个人工跟过程是有多么的繁琐。这款真的是我最近的新欢，现在大家只要去 T Chateau 的门市都可以免费试饮，那只要买满港币1399块的 T Capsule 就可以获得指定的冲茶机。你想想，你买 Capsule 会送一台冲茶机，这是什么概念？那如果家里已经有 Nespresso 机的话，也可以用我的 promo code 就可以到门市去领取免费的 sample 回家试试看。我大概在一个小时我就要出门去机场了，但是我到现在行李什么都还没收，完全没有。 Oh my god， 我今天早上一路工作到现在什么都没收。你好，我是 Cindy 啊，你好啊 ，Cindy 啊，大家好，我是 Bingo。呢个系 Chloe， 呢个系 Charlotte。原来我同你把声咁似。JK。OK， 经历了我半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收好我的行李了。也是因为我妈最近要出远了，所以她叫我把大的行李箱给带回去。哎呦，我不信我的体重。将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OK OK。接到客户的电话，喂 ，Hello Hello， 不好意思呀 ，Hello Hello。빛이담은하늘의색감이모든것을내가지면사라질거야오너의하얀마음에치를해본다음사랑에빠졌어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早上。我真回到家直接 crash 了，太累了。然后这是我今天的早餐配备，拆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每次回台湾的标配啦，培根蛋饼、薯饼、早餐店的奶茶。这个我称为什么呢？清肠胃奶茶。喝了它，咕噜咕噜咕噜。昨天才刚回到家，然后我现在就要马上来 unpack， 为什么呢？毕竟我之前的行李都是回来之后就摊开，直到我回去的时候再把它关起来带回去。就是因为呢，我的母亲大人今天要去欧洲玩两个礼拜，然后这是他回味了好多年，四五年，终于再出了一趟远门，所以他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们也很兴奋。母亲大人这次呢是要跟一群他艺术赏析的同学一起去，就是看展览啊、看表演啊、去博物馆啊，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文化学术之旅，这是题外话啦。那我想要把我的，我这是把我的木鱼给带回来了吧？By the way， 这个我是在网络上一个 IG shop 买的。我如果有能找得到网址的话，我会再放在下面的 info box。我之前在 story 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问。江江，曼萍，准备要出国了，开心吗？嗯，兴奋吗？这是你暌违多久才出国？上一次是2020年。I'll be there in 15, baby, you know you can.
这个灯光好像妈妈的，但是没关系。然后顺利的把妈妈送到机场，然后送入那个登机口。我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讲过，但我妈是一个比我还要更好学的人，就是她会自己去上什么艺术赏析课啊，然后去听很多音乐会啊，然后看表演什么的。那我妈自己其实有在上那个艺术赏析课，然后这次就是他们老师会带他们一群学生一起去欧洲，好像是要去柏林跟可能去布拉格吧，就是去听音乐会啦，然后看表演啊什么什么的。我可以感觉到我妈很兴奋，她今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打包行李。刚有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因为刚我们在等那个 check in 的时候，航空公司说现在商务舱有空位可以升等，然后我就马上举手说这边这边这边，顺利的帮我妈抢到了一个名额，就帮我妈升了个等。就虽然只有单程啦，他妈先从台北飞到伊斯坦堡，然后再转到柏林，但至少就是到伊斯坦堡的这段长途可以坐得舒服一点，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就是平常也不在他们身边，就是只能很肤浅的用升等来尽孝。Anyway， 大概是这样子。那我突然发现我的衣服跟我后面的窗帘 matchy matchy。That's about it.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